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坚持又换神魔之塔》。咁啊，今次咧就神魔之塔咧就同呢一个嘅魔道少年啦，或者叫做妖精的尾巴咁样啦，咁啊合作啦呢个作品。咁啊，非常之有型啊！个背景音乐非常之点啊，好 rock， 好摇滚啊！唉，真系好热血。咁啊，点解咧？我今日先嚟抽咧，因为咧就今日啊。嗰啲機率咧係高過平時咁樣嘅，係啦，冇錯啦。嗱，27咧，29嘅嗰啲機率係再高啲咁樣。咁啊，總共有幾多隻嘢咧？睇下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咁啊有八隻嘢啦。咁啊，應該最勁係而家角色介紹咧三隻嗰啲啦，即係納茲啊、路西係啦。咁啊，同埋呢个嘅阿尔莎啦，咁啊，因为本身呢个作品咧，我就立过眼，但系就冇认真睇嘅，但系都 OK 嘅，即系吸引到我去抽咁样啦。咁啊，事不宜迟，抽啦。咁啊，抽35次之后咧，就会咧系得到呢个嘅纳兹噶啦。点啊，敲门，揿两下。好啦，咁啊，一嚟就抽中个路西，咁啊，试过咧唔拣最尾日子抽啦，系好难中咯，真系成日俾埋啲唔知咩嘢你，总之你想中嗰三只一定中唔到，我系试过，所以我先至会拣最尾抽。又是路西啊，咦，中了这个温蒂啊。咁啊，如果你計佢哋個 team 咧，温蒂都算係第五個成員咯，因為有個係用兵啊嘛。咁啊，淨係呢一個嘅嗰叫咩白貓咧，我係抽齊曬嘅。又温蒂。呢、这个叫做哥吉尔，暂时中了三只。唔系啊，头先嗰个啊，诶，中了冰嗰个啦，格雷啦。即是 Hunter 那次是最伤心仔，因为抽不中基路啊，是少一只基路啊。反而呢有些呢不玩的人呢又中了、哦。
即係中曬喎，但係佢唔玩嘅喎，真係頂。八隻，中咗几多？中咗起码暂时应该系中咗五隻，仲争3隻应该。睇多次，系啦系啦，睇多次先。1、2、3，系咯，8隻啊嘛。雷之乜嘢咯？应该系头先金毛嗰、那个米拉针，唔知道有边。咁啊，平時抽嘢咧，我就凌晨抽嘅，我就唔知點解啲即係好似凌晨抽嘢咧，啲機率係幾好嘅，我發現。但係咧就而家咧，因為咧佢凌晨就維修，咁所以咧就搞到咧我嗰陣時咧就冇得抽住。唔緊要啊，仲有唔計呢個乜嘢都仲有起碼20抽。系啦，冇错啦。嗰、那个真系唔知去咗边啊！嗰个撒旦嗰、那个。同埋呢只我都想要嘅，即系阿尔莎。喂，唔係老西啊，大佬，阿爾莎都好啊，大佬。
唔係有温蒂啊嘛，真係。咦，中咗嗰个米拉阵啦，争两只，喂，整个艾尔莎嚟啊！咁然之后咧，我就再中埋嗰、那个，即系点讲啊？再抽埋第三五次咧，咁就大仔叫阿安，细仔叫阿乐噶啦，系啦，咁啊安乐噶啦。好啦，九次，咁睇下会唔会喺呢九次咧中埋艾尔莎啦？唔系，应该系八次啫，因为第九次一定系纳兹嚟噶嘛。好，拉屎五次啊！真系，因为阿纳兹嗰个唔计啦，咁啊点啊？到底我又系俾嗰个雷嗰个嘅，好拉屎四次。
俾咁多老细我做乜啫？我要艾莎啊！好，咁我睇下呢转点啦，呢抽系点样呢？点解要系咁路西呢？今日系咪路西，即系就嚟路西队噶啦？咁样路西22.5啊，系咪有机率吓？大佬呢下一。定是納茲嚟嘅喎，咁啊艾爾莎去咗邊咧？真係嚇，好啦，咁啊中埋主角啦，火龙纳兹啦，即係点算呢？抽唔抽埋佢呢？唉，抽埋佢啦，即係虽然冇咁抵㗎啦，即係但係都照抽啦。定我出一出去再返嚟抽会好啲呢？我出去先，你睇下要清背包添啊，大佬，真系，唉，食咗个废柴先，自己升技能。清背包添啊，搞到要。路西咧就唔清背包啦，因为咧路西咧应该咧就有其他嘅作用嘅，我谂。
好又多咗十格啦。我谂应该都，我估够嘅，唉，继续啦。哇！又系呢条契弟，我系要光属性，但我要个女嘅，唔系要个男咯，唔该。屌！真系想讲，真系好，唉，好难唔讲粗口啊，大佬。大佬六就系七只噶，乜搞法？系好似系咪六只啦？已经五只咯，已经你做一 team 啦，已经可以。撒旦啊，系嘛？系咯，喂，大佬开始认得啦，啲石已经。有撒旦啊！屌，喂，艾尔莎，艾尔莎，妖精女王，唔该。我好似未见过呢个，定系见过啦？屌，俾阿格雷我做乜鬼啊？艾尔莎，艾尔莎，妖精女王，唔该。其实妖精女王粒石系咩啊？因为我冇煲开，所以唔知道。嗱，呢啲肯定契弟啦。啊，唔系喎，呢个系阿边个？系咯，契弟咯，又系走啦，契弟。仲有叫人买嗰、那个叫咩啊？买嗰个动态，哇，真系悭翻啊，大佬，唔使买啊！又契弟，我冇记错咧，嗰次有冇咧？我好似放咗金噶嗰次，我印象中Hunt Hunter嗰次，但系都唔捻中咯，屌真系，即系火都嚟埋。Hunter 嗰次咧冇记错咧，我又系好似全部都乜嘢？哎呀，终于中啦！哎，闹两闹，讲下粗口，即系要闹先得噶。OK， 唔该晒，好啦，咁我买个动态嗰个 skin 啊，系啦，咁啊非常之好啊，最紧要储齐晒先得噶嘛，即系抽嘢嗰啲咧。悠游白书同埋呢个妖精的尾巴啦，我哋抽齐啦，抽啊，怕打嗰啲打唔齐嘅，但系就 Hunter 系点讲咧？打系好似有冇打系打唔齐，但系抽系咯，打都打唔齐，抽都抽唔齐咯。Hunter 仲要放埋金，
真系火都嚟啊！系啦，咁啊 ，OK 好，系咯，我冇团长啊嘛，系咯，冇团长嘅，即系打唔齐啦 ，OK 好，咁啊唔紧要，好啦，咁啊简单啲总结下啦，咁啊 ，OK 好，今次咧，我哋即系抽嘢嘅战利品啦，呢一扎就系我嘅今次神魔之塔同埋。妖精的尾巴或者叫做魔道少年啦，咁啊，即系呢一扎咧就系今次抽卡嘅战利品啦，非常之好啦，抽嗰一 part 抽齐晒啦，打就打唔齐噶啦 ，OK， 咁但系抽嗰一 part 即系啲主角齐晒 ，OK 嘅，开心仔嘅，系啦，咁啊好，今次咧我哋呢一条片咧又差唔多啦，咁多位观众，咁啊如果你中意呢一条片嘅话，你可以揿个 like 或者 share， 如果想支持我嘅话，你可以订阅我嘅 channel。我哋下一条片翻嚟再见，咁多位，拜拜。